麦昆小车超声波感震源检测室，好，从小车把电源打开，你看哦，它是往前走，来，手放下去，它就停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从小这时候手拿起来哦，看哦，它是往前，好，再放下去，当它感测到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呢，在十公分之内，它就会自己停止，好，这时候手再拿起来，好，就往前了，好，碰到障碍它就停下来了，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超声波感测元件的设计。